也只能让我的火龙血牢被破开双锁链。看来我还是高看你了，殿下。月儿，放开浩辰，让我们走。 所有人都别动，否则敢威胁我？很好，冷浩辰。 让他们退下！不可，殿下，我们不能放虎归山！你们全都给我退下！你们先离开这里！怎么回事？ 方可离开此地，但这过程痛苦万分，且不可逆转。一旦失败，你将身魂俱灭。你准备好了吗？ 出心出灵之苦，等会儿再来处理你。休想碰彩儿！你这些小打小闹，能阻止我多久？你！